曾去庙会活动燃放爆竹，致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，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，记3张罚单，另炮穴未清扫干净污染地面，违反废青法27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6000元罚锾，记开立3张罚单，总计违反空污法及废青法共计开立6张罚单。